从小玩万花筒，可是不晓得万花筒怎么做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专业的。看起来好，里面呢有三块晶片，长方形的晶片。三块，这是亚克力晶片。对，待会会介绍。不会危险。对对对，待会介绍。那再来是有两个泡面套，哦，圆形的，中间是三角形的，这个有两个，哦，泡面套两个。那有一个咖啡色的粒子圈，哦，brown color。那有一个光学珠，有一颗球，有没有？有一颗球。好 ，OK。那一个光学晶片 ，OK。那还有一个黑色甜甜圈，就非常的健康。黑色甜甜圈，不要肚子饿把它吃掉了。OK。好，那在早期哈，如果说有机会做万花筒的时候，这三片是用玻璃的晶片，玻璃的材质，像我妈妈那个年代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做 DIY， 有大朋友有小朋友，所以我们采用是镜面亚克力的材质。好，为了安全考量，好，这时候就不会破，比较安全。好，那看起来其实是玻璃的，不像镜子。那上面一个保护膜哈，它等一下撕开之后呢，就跟镜子一样。就跟镜子一样。对，我刚刚就在看怎么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哈，就是先把保护膜撕掉，那我们的手哈就尽量避免去压到它。那就把两个镜片平行放在手上，那手稍微弯起来之后呢，变成一个 V 字形，变成一个 V 字形 ，OK。那待会第三片哈，一样，亮亮这个给它朝内哈，把它盖上去，好，变成一个三角柱刷好，然后把它放桌上。好，那这个最边面的地方贴一圈胶带，最边面的地方把它贴一圈的胶带，把它贴起来。等一下的话呢，就是两个边边，好。两个边边跟中间都贴一下胶带，好，这个步骤比较难一点点，好，两个边边跟中间，来，好了，这可以赶快拿起来观察一下，这个平常没有机会看到的，真的，这个平常真的没机会看到的，看到三个镜头，哇，都是镜头，那接下来哈，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是宝丽龙胶。好，它跟一般胶水比起来，哈，它比较浓稠一点点，所以待会挤压的时候，哈，要稍微用力一点点压，要稍微用力一点压，应该都有吃早餐了，哈，那应该没有问题，好 ，OK。吃饱，三步早餐吃很饱。还好，我们待会哈压的时候就这边，好这样子，好稍微用力一点压，好，一，好二，三，好来三边好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泡面套，好这个泡面套一个角落先把它勾住，好一个角落先勾住，那另外两边呢，哈，你就稍微拉一下，好稍微拉一下。好，把它贴平平的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两边都一样，我们两边都一样。来，待会哈，平的朝底下，凸面朝上。好，把它放在那个三角柱上面。对，平的朝底下，凸面朝上。OK， 好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换黑色甜甜圈。好，黑色甜甜圈一样，黑色面朝上，把它盖上去。好，把它放上去。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哈，我们的纸管。我们来观察一下，有两个开口有没有？来看检查一下哈，有边开口比较大，有边开口比较大，我们等一下开口大的那边就朝下，哦，开口大的朝下，要直直把它压下去，直直压到底，直直压到底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你看哦，是不是还没到最上方，对不对？是，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来赶快看一下，两边都要看，两边都要看。两边都要看哦，两边都要看哦。哎，跟刚刚一样吗？一个是圆的，一个是很多圆圈圈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另外一边呢？还有另外一边，一个是三角的，三角形，跟一开始的那个三角形看的东西不一样。对，一开始看的时候，那个三角形的边边的那个景色都是很清楚，这个是有点模糊。对，接下来换这个粒子圈呢，把它放进去，就塞上去可以了。对，塞进去就可以了。OK， 来，剩下最后一个光学柱，对不对？来，帮我找一下哈，每一颗球的一个肚脐多窄，帮我找一下肚脐。有吗？找到了吗？有吗 ？OK， 来哈，肚脐的旁边还有一条线，一圈腰带有没有透明的一条线？你看透明一条线吗？有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拿的时候哈，我们就拿在腰带的地方。好，来看它哈，等一下这一圈腰带有没有？这一圈腰带。跟这个纸管的边边呢，刚是平平的，好，平平的把它放下去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好，之前有小朋友做我观察随便放就放这样子，他看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斗才看到这个线比较不清楚。好，来，知道怎么放了吗？知道。好，来，先不要拿出来，先不要拿出来，要一直踩刹车，有没有？来，因为这个光学珠不会自己粘上去，我们一样要胶。来，我们待会上胶的位置啊，哈，对，我先上一点点。大概这个位置，好，那整圈都要上满，好，来自己来一下，这个球再放回去，球先放回去，整圈都要上满哈，上这圈胶有两个用途，第一个用途哈，把我们这颗光学珠哈，这颗球粘上去，
第二个用途呢，防止外面的灰尘跑进去，所以整圈都要上满。好，等一下上满之后我要检查一下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工学柱放上去。那记得还记得怎么放吗？记得。记得。OK， 我们就把它慢慢放上去。老花看不到。好紧张啊，老花了，来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赶快拿起来先观察一下你们的成果，但是因为胶还没有干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了之后只能斜斜往上面看，好，只能斜斜往上面看。哦，好漂亮！只能斜斜往上面看了。看到很多个你哦。对准。要对准一点。耶、yeah, ，看到你了。对，他特别告诉我要运气。哈哈。